爱聊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肖宇良。如果吴邪和胖子打架了，你觉得小哥会怎么做？那肯定是守着吴邪啊，肯定拦着他们俩，肯定是保护吴邪的。这次拍摄取景在沼泽地和荒漠，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拍摄的经历和感受吗？沙漠的戏最难的就是眼睛睁不开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就算戴了那个护目镜，但是他前面有个那个有飞机头，就一个吹你，然后拿那个沙子，就是你戴着那个护风镜，他也看不见前面。然后在树林里了以后，就是最热的景，就是每天都特别特别热，而且我那帽子一直都不能脱，就里面就跟那个大棚一样，就